11月20日下午，国防部长董军在老挝万象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。这次会谈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。双方一致认为，应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，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发展。应严格遵守双方此前达成的共识，推动边境局势降温缓和。应着眼增进互信，推动两军开展更多的交流与互动。我们希望双方把握机遇，乘势而上，实现两军关系的新发展。也期待龙象不仅能够共舞，而且能舞出优美的舞步。